约拿书第一章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，说：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，躲避耶和华，下到约帕，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，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，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，躲避耶和华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坏。水手便惧怕，个人哀求自己的神。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，为要使船倾斜。约拿已下到底舱，躺卧沉睡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：你这沉睡的人哪，为何这样呢？起来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顾念我们，使我们不至灭亡。船上的人彼此说：来吧，我们撤迁，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。于是他们撤迁，撤出约拿来。众人对他说：请你告诉我们，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？你以何事为业？你从哪里来？你是哪一国，属哪一族的人？他说：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，那创造沧海撼地之天上的神。他们就大大惧怕，对他说：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，因为他告诉了他们。他们问他说：我们当向你怎样行，使海浪平静呢？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。他对他们说：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，海就平静了。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。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，要把船拢岸，却是不能，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。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：耶和华呀，我们恳求你，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，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，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，向耶和华献祭，并且许愿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。约拿书第二章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，说：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；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。你将我投下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。我说：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诸水环绕我，几乎淹没我，深渊围住我，海草缠绕我的头。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。耶和华我的神哪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就想念耶和华。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的面前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，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。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耶和华吩咐鱼，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。约拿书第三章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，说：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
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。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有三日的路程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，宣告说，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尼尼微人信服神，便宣告禁食，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，他就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灰中。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，王和大臣有令，人不可尝什么，牲畜牛羊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，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，人要切切求告神，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，或者神转意后悔，不发烈怒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，也未可知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。约拿书第四章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，且甚发怒，就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呀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。耶和华呀，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耶和华说，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于是约拿出城，坐在城的东边，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，坐在棚的荫下，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。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，使其发生高过约拿，影儿遮盖他的头，救他脱离苦楚。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。次日黎明，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，以致枯槁。日头出来的时候，神安排炎热的东风，日头曝晒约拿的头，使他发昏，他就为自己求死，说，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神对约拿说，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？他说，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。耶和华说，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一夜干死，你尚且爱惜，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